线上来宾点播的歌曲是不是？好，没有。他嘞？没关系吗？他既然有点，我们就唱嘛，没关系。对啊。对啊。他嘞？他人嘞？他没有到、哦。真假的？好，那我们先唱那个。鹿港小镇。哎，我们先唱这首。因为我们家里面的人都很喜欢唱歌，我爸爸妈妈都喜欢唱歌。每次我只要我爸爸喝了差不多六七分醉的时候，他点这首歌，他唱这首歌的时候，基本上你会看到挡机一块，因为看到一个挡机那边拿麦克风捶自己的背啊什么之类的。好，这首歌叫做《鹿港小镇》，有听过吗？这首歌也算是一首老歌。我们的两位戴眼镜的美女有听过这首歌吗？啊，真的假的？还是你就来自鹿港？好，开玩笑。太巧了吧？没有没有，就是随便认识。Thank you.
要的、热闹的，包装的、想要的，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。分散的、愉快、斑驳的木板，刻了这么几句话，枝枝顺顺，又是在世世代代传下我。叫做不甘心不放手。哎、欸，其实我们应该超供应我们这个歌才对不对？其实我刚刚一度喉咙有点痒痒，可是我又很怕会破坏气氛。好，还是 no， 还是下次这样子。OK， 这首歌就送给你了，送给你了。不甘心不放手。这也是我们的最后一首歌。不再执着于昨天的痴狂，我的心像是台北的街头，不知该往哪走。你的心像闪烁的霓虹，叫人迷恋，却也迷惑。我没有把握，谁在汹涌夜的脆弱，抚平的伤又隐隐作痛。是谁说过不再回头，还是让你淹没了我？想放弃却不能甘心放手，有你在梦中却哭痛了我。等着伤心不是先承受，反正你不会是我的。想放弃却不能甘心放手，有你在梦中却苦痛了我。等你想起不如却忘记你，反正离开你的人是我。你的心像闪烁的霓虹，叫人迷恋，却也迷惑。我没有把握，谁在徜徉夜的脆弱，抚平的伤又隐隐作痛。
到这边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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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下课喽！那感谢大家今晚来，呀，那若是在外头的朋友，你还想要再继续坐下来，喝着饮料享受一下今天这个没有下雨的好天气的话，我们。